到底是谁派来的？情敌太多，我还真想不出来。算了，还是先回家找心仪，然后再找悠然吧。大哥，楚心仪那臭丫头太他妈爱装高冷，还有李佳苑那小子下手太他妈狠了。看来我该给他们楚家点颜色看，待会儿按计划行事。阿晨，怎么了？你去看一下。老板，你不用下车，我去处理一下。马上到街角咖啡厅，不然你爸爸欺负你难保。心仪，怎么了？你去哪儿？佳玉，他好像出事了，你快去看看。你干什么去了？放开我！滚！没时间理你。上次让你侥幸逃跑，这次我让你成为我的手中玩物。你要干什么？楚家大小姐，很遗憾要在这里待一辈子。你放开我！放心，你父亲很快就回来，到时你们父女就可团聚了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？你不怕楚家复仇吗？上次的事也是你们做的吧？谁知道呢？到时候报纸上只会刊登楚家妇女双双失踪，至今下落不明。没错，上次是让你逃跑，但是这次你可就没那么好赢。你混蛋，居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对付我！
干什么？这样啊，你会开车吗？当然。走。你有银针吗？难道你还会针灸？啊，真的有啊！太好了。你这银针不会是用来暗杀我了吧？是的，所以以后你一定要小心。你这银针不会是用来暗杀我了吧？是的，所以以后你一定要小心一点。这次的事情真的谢谢你了，除了杀我，条件你随便看，只要我能做到的一定义不容辞。你对我妹妹做了那种事情，你觉得他会放过你吗？你妹妹？难道你们是双胞胎？我说你们的功底怎么不一样啊？你妹妹的事情呢，我只能说句抱歉，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好好跟她说说，毕竟想杀我这件事情商量不到。没得商量，今天看在这个姑娘的面子上，我就暂且饶过你。你醒了，老公。你叫我什么？没有听清，你再叫一次。我刚才胡言乱语的。你知道，像我这样的美人，冰清玉洁的，你有没有对我做坏坏的事？佳月，我爸他。喂，阿晨，楚包他怎么样了？佳月，我爸的。阿晨，楚包他怎么样了？你查出来是谁做的了吗？楚老爷已经护送到家了，无大碍。这次事件查清楚，应该是陆文清设计的。佳月，我爸他没事吧？没事，心仪。这次绑架你的事情是陆文清做的，他是陆文杰的亲哥哥，刚从国外回来。我想以前的事情也是他们陆家所为。这帮混蛋，我要告他们。现在我们也没有确凿的证据啊，就是告了他们，他也会找人顶替的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我这刚刚不是给你清毒吗？再说你也知道我推拿的本领挺厉害的。天天就知道占我便宜，不跟你拼了。哎呀，好吧，对不起啊，不好的。我总是轻描淡写告诉你我的愿望，也给你千言万语都说。喂，雨柔。我这边有点急事儿。我给你打了30多个电话，行了，你没事就好，我挂了。耽误约什么会啊，我就是帮他一个小忙。想什么呢？你别吓我好不好，本来胆子就小，吓坏了你负责我一生吗？你昨天和那人聊得怎么样？对不起，是我没摆正自己的位置，以后不会了，我这就辞职。辞职？为什么辞职？你不是很注重你这份工作吗？你可以继续看你和你的总裁老婆秀恩爱吗？楚心怡，她是你的老婆对吧？其实我刚才就想把这件事情告诉你。哼，李佳月，你很了不起，把我耍得团团转，很好玩是吗？你这样算什么？是要跟我玩出轨的戏码吗？对不起，我没有想那么多。
要是对不起的是我，是我太冲动了，错把你对我的关心理解成了爱。仔细想想，我哪有资格啊？你那么好，谢谢你带给我那么多激动和欢喜，祝你幸福。心机闪耀光影，谢谢你给了我那么多的激动和欢喜，祝你幸福。也祝你幸福。不过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不知何小姐意下如何？什么冲动的想法？或许我本身就不是一个专一的人。对不起，我接受不了你除了我还有别人。玉柔，我感觉我自己像个井底之蛙，之前还一直骂你是农民工，现在看来我才是那个没有见过世面的村姑。哪有这么漂亮的村姑啊，你可是鼎鼎大名的萧楚集团的总裁，我的老婆。谁是你老婆？你还没过我试用期呢。对了，那个和你一起救我的女人是不是很厉害？我能成为像她那样的人吗？修很难的，需要自由学习。不过你想那么多干嘛呀？有你的男人保护你就够了呀。我是为了我自己，你又不能一直在我身边。洗我的过程很漫长，等我找到合适的方法再说吧。佳远，你会一直陪着我保护我对吗？当然。对了，你的秘书何雨柔为什么离职呢？这哼，我就知道你们的关系不一般。明天我大学聚会，你陪我去吧。当然，我是你的护花使者。小花来了，楚心怡旁边是谁啊？这么帅？不知道啊。老婆，我真有这么帅？楚心怡，你来了怎么也不和我说一声？我好叫下人去接你。没事，不劳烦你了。哎，心怡，你怎么还带了一个臭司机来？